母亲节就会到位，比佛普巴迪廖永燕，佮比就演出了一场当天片的爱豆同三的距离安尼个音乐会，还有真理太好音乐内真的爵士乐团，同现场把各位朋友请下来分享。大帮音乐的力量，我本家的还看到小暖还个关心。早顶轻松就是我，在母亲节以前，有整理太好音乐音乐风内真的就是我台，许多微波波八体廖永健带来一同演同三的起立音乐会，在外头也到精神朋友向下听落，每晚行到台上公司新冠调度的感车。对女性工作者、护士啊、母亲啊，都非常感谢他们，因为平常都受他们的照顾啊。就是接到个任务个你方式吼，来治疗个平音动好啦，尤其因为好静心方面的吼，平音又最好，你有好个任务，比较好放松掉吼。亚波个公司去吃儿童欧个起立动作反应。看到对视觉失调症的女用引起民众对精神疾病关心，医生讲台湾的视觉失调症超多比例是1%，每就系130人当中就13人会超多。可能加上会有反弹，也系乱想一条真心真条，可能会影响到患者的认知互动，也系成分能力。头摆有条民众可能会认真唔了解，就知道患者行为唔正常，就唔敢接近加条。不过其实是要有地动的政府治疗，还能做得改善动作。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还是以生理、心理、社会三方面要同时并进的哦。生理的部分当然药物治疗是最重要的哦。那主要就是能够稳定大脑的功能哦。那再来的话就是预防复发哦。那当然心理的治疗的话，就是要强化它的一个韧性，就是说他的一个调试的能力。除了心中有的药物治疗，另外将会大部分轻松音乐每周的来做复健。以前讲简单来讲，视觉失调症就是大脑破病的，影响到人的思考，还有其他功能运作。希望大家莫用奇怪眼光来看假条，本朋友多一些的关心同做伴，假条资源就会好多。很客气，下个新闻就转成做新闻直播头。